在很多男人心里，妻子是一种约束，约束你不能随便和女人交往，情人是一种补偿，补偿你想从妻子那里得到却又无法得到的激情，婚姻是一种点破，点破你心中的迷津，妻子陪你过日子，情人陪你花钞票，婚姻陪你聊聊天，妻子不能代替情人，因为他没有情人有情调，情人不能代替妻子，因为他没有妻子的亲情，妻子和情人都不能代替红颜，因为那是心灵的需要，妻子是一个和你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女人，就为你深夜不回家而牵肠挂肚。